哪儿啊？完了，这个键盘我还不会关歌，我得先。收时间到了。屋顶灰色瓦片，安静的画面，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想到我小时候在我哥哥家偷偷摸摸的玩他的电脑，玩跑跑卡丁车。也黑猴头子的钻石缓声。嗯，哦吼，大哥，我闪还不行吗？擦，擦！我脾气真大，哇，他也来脾气了。他脾气挺大呀。哎。你可以闪呢，哎呦我操！这一下我也得闪啊，大哥。没事儿，对面交技能了，不亏。干啥不好？大哥挡刀。主要是我们家辅助掉线了。没事儿，不行就三分钟。我的仙宫咋一分钱没偷到啊？因为他们先打的你，所以就不给钱。仙宫你得先打了他。小法师赚了。对，没个帮呗。这会要来个机器人把我野怪一勾走，我人都成傻子了。哎，我的发。人家直接帮完打野直接起飞了，都时间到了。嗯，真来啊，真来啊，真来不玩了呗。那辅助打样钱的最后一位，那是有个机器人杀人。那辅助不买工资装啥意思呢？我 Q 不出来啊，被空在空中。辅助带俩血瓶，我操，双 buff 还送给下路 AD， 你不如退了。坏了，我的技能命中率有点低。闪现！谢我橘哥的转粉卡，谢谢。反杀！开局进入逆风阶段啊！完了，这野怪还他妈回去了，我真……真操！有橘哥166个钻粉卡，等一下再给你波波。再见。来一个波波。大逆盘怎么办？这回我叫个15岁的江哥。没事，虽然是逆风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只要下路别起飞，一切都好说啊。下路起飞，我是真没办法，这刷米拉挡我技能。你实在没地方去啊，这龙王好抓。哎呦，我爷爷没刷完。皇子已经开始疯了，这龙王他不会走吗？我问他要走吗？走，我看看啊。下路大概率是起飞了。我瞅他一眼。来一杯
他在回城，如果他不回家，我们可以试一试越塔。嗯，哎，可越，等我啊，等我先给你扛。来来来来来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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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来三二一上！哎，你没有E吗？有。我想不留情的直接把他杀了，我怕他等会儿他交个闪，我拿钱，我的钱。哦，他没闪，他要有闪，我告诉你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脑袋都是你，心里都是你。哦，六级，杀不了啊！这六级，嗯，下路可以啊，好走呗！我操，杀杀杀杀杀！队友来了！ Oh, yeah. 啊啊哦哦，这能撞下墙啊！哦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伤害不够。OK。他妈 AD 没补上，还撞了下墙，全被他风墙挡了。咱就是说，咱先把。坏了，这边 ADC 无敌了。你在干什么？肉弹冲击，这龙王好呆呀、啊！跳跳龙就要开始了，好消息是龙王是个笨蛋，坏消息是这边 ADC 无敌了。而且那皇子伤害也好高，一套能秒我。所以他现在要去打个先锋，我都拦不住。现在他不会打先锋，你放心吧，你安心刷到六，完事你再去先锋。他现在应该在蓝 buff。他们下路已经提前结束对线期，进来中午抓人了。没事，下路塔皮没掉呢。我石头怪被他吃了，石头被他吃了。啊，上屠龙王，你有？哦，飞走了，不行啊，留不住啊。对，想开大追上去都追不上。这边有个皇子。没事，等我来。你没有大，你有点危险。对，我刚才不想开大，直接留他的。哎呦我操！他打河蟹去了。好像小法伤害有点高啊！我能不能帮你把上路的人抓了？能，你跟我来。
我们从他后边绕就能抓他，他有闪啊，那边记得他有闪。嗯，下来吧你啊！可以杀，王者敢守塔就杀他。OK。看看走不走？好像时间到了，但他应该不走。来一杯吧！哎，来，把他吓到了！快！再杀！杀！走！没事，别急，还能杀。杀不了了，走。我把兵线先清了吧。伤害不够，走。你有意吗？没事，你走。有。哎，你他奶奶的，你咋那么狂呢？你先走。哎，能杀。3、2、1。那龙王是饭桶，没事。杀，没伤害。没事，他来，小法来，晕了。哎，拿下。我操，牛的！还赢吗？这节奏？我下回打撸啊撸，打算找个人去坐我旁边，就告诉我能不能打，能打我就上去操作。可以，这不算带吧？找个教练没问题，我觉得。这不算带吧？那没问题。都告诉我能不能上？我不是怂吗？我下波复盘过了，兄弟们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太怂了。缺少了指引你的人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来个美甲窃魂卷。星虫，但他们一直都说让我出星虫，我出了个木印可以。哎，可惜我技能全交了，没杀了，我有点生气。这下路这个能杀吗？这个八级的。Hello。哎，杀不了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妈了个巴子！不是玩儿，路线不太对劲吧？怎么感觉他好像串了？没事，杀了就行，杀没杀吧？你别管别的，杀没杀吧？追不到你。干嘛呀？我 Q 到他了，在空中。
扑不上去，扑上去要被皇子一 Q 打断。没扑，后撤步，等他上来呢。我飞不上去啊，主要是飞上去要被皇子一 Q 打断啊。难道黄金三也是极限？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我飞上去旁边要打峡谷，又是那个，你这不会先手？你又怎么又先手？啊，没打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在中间。到这来了，皇子在那上面。皇子没有点用啊，大影魔刀。因为我们这边两个伤害高的就是你跟小法了。搞了一个大影魔刀，你能杀他，他打不过你现在。现在你打得疼。撞墙了，这没杀掉他，我还留了个 E， 我操！咦，嗯，哎，不是，这怎么都上高地了？这打不过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这得抓他呀！他伤害很高，大哥。没事，我杀他。都时间到了。我是有一下 Q 没有孤立吗？直接来个帽子吧。伤害高一点，龙王是对面突破口啊。嗯，整顿一波回家，小龙溜。沙米拉能杀。没带了，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差一格经验。拆塔，
撤撤。他们要打龙了，他们要打龙了。我在路上。想到吗？没想到，可以打。没想到。萨米拉，注意萨米拉，能秒吗？我在杀，我在杀，我在杀。OK， 我们可以大龙。但这个他没血。没事没事，龙王是饭桶，我们直接打。那边交给你了，大哥。很遗憾，有点打不过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好 ，OK。都时间到了。这边有亚索，这边有亚索，但是没有闪啊。没事没事，我死不了。OK， 欢乐时光要开始了。哎，这机器人儿，黄子真的好肉啊！我他妈整乐了，我操！这印性，我操！我拱了他一下，印性立刻消失了。印性真高啊！大哥，你要来吗？我不要，拿。我来个法杖棒。要不然这伤害不够。来一杯吧。哎呀，正好黄姐过来，我一抠，不是一抠吧，我一抠他，把我遇了。怎么这么大？这龙王的范围？刚才没玩好，兄弟们，刚才我应该脚底放抠 ，R 起手给他撞回来，1W 直接秒，我操！大哥，这龙王的范围有多大？你能给我画个圈吗？就这地图。他只要有墙画大，半个地图。那意思我在这也得死呗？你看我死这儿了，他在这儿放的大，你看。对，他那个建设就是半个地图，你跑不了。我在这也得死，对吧？哎，对。哦，那没事了。让我出夜之封印，又死亡之舞。我先说死亡之舞行吗？对面阵容可以，你要想出你就出呗。
我这两个出来了，已经3200块钱，这一波我不跟你们玩了啊！赶紧小龙，小龙，我得来个几盒了。这波 ADC 敢过来，我直接一手几盒。删了，删了，别几盒了，挤不了，挤不了一点，删了。我没有计算到他的移动速度，失败。里面的沙米拉为啥这样带呀？为什么呢？你们四打四啊！我只要不死，就对他们有威胁，我边缘 OB 就行了，难不难受？哎，黄子，亚麻片挺高啊。不换了真不亏吧，这不换了真不亏吧。那个皇子我有点难秒，他好肉。啊！不行，那大龙把这卖了，算了，下边再卖吧。算了，小法可能要死，他肯定死，他必死，他没闪现。再多不压身，再欠你。大龙得守一下，但他们感觉他们吵架了，亚索好像挂机了。没有啊，他一直在单带。啊啊，没挂。他带一会儿他上来，然后他没打，耗一会儿就没血。他们可能要打大龙啊，看你的了。随手劈猪，我只能说看你的了。你的惩戒1200，而你的 Q 技能能打将近600。我看不到里面的视野怎么办？他给你扫一下。完了，打完了。完了。真看不到，不敢贸然前进。睁眼刹那怕被机器人勾，又不敢去补那个眼，怕直接勾进去我就死了。来一杯吧。没事，虽然他们打完大龙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把对面有两个技能能挡我，挡我技能挺烦。两个人能挡我技能，小龙得挡啊，他们龙魂，这不给。明白。都时间到了。
我能开大走，我能开大走。哎呦我操！我操，这余波。Oh no！ 夜蛮难打。他们要干啥呀？他们要推中吗？这不行吧？这有我你咋推呀？他们要推下，下路没门牙。推吧，那下路我肯定守不了了。有点难打呀。打得有来有回的。哇操，这伤害有点高啊。他们的风魂跑得也太快了。看来得杀这个龙王了呀。我要开，我没有钉啊。这波往这里边进，这波往这里边进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里头有没有眼儿不知道，扫一下扫一下，没有眼儿的话好打，来来来来，尝试一波。哎，不行，这边要推中。他们中路直接去抓 AD 了。那他妈怎么整？高地了，打烊前的最后一杯。完，GG，进不去，好难。谢谢真真的 Good Morning 的超大玩星。还说人家有点呆，他本来就是很呆呀。这游戏具体得看哪家短板比较多，不是看哪边强。我跟你说了800遍了，但是你不听。他本来就有点呆，这龙王本来就是个傻逼，有问题吗？没啥问题呀。